会宁时间达芬奇特展，卢浮宫正在举办纪念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的特别展览，时间将持续到2020年2月24日。展览呈现了约160件来自全球最负盛名的欧美艺术机构的达芬奇的作品，勾勒出画家的整个职业生涯。本次展览分为4个主要部分，第一部分围绕光线、阴影与浮雕展开，我们可以欣赏到安德烈·德尔·韦罗基奥的作品《基督和圣托马斯》。达芬奇曾经在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做过学徒，这个作品创作于1467至1483年。第二部分是自由，该部分记录了达芬奇思想的自由转变，同时也透露出他会耗费多长时间对一幅作品日趋完善。展览的第三部分围绕科学主题展开，展现了达芬奇设计了多幅手稿。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关注卢浮宫达芬奇特展的第四部分，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